很开心今年又跟大家在营队来相会了。其实呢，这一次还是有很多这种互动的小游戏，而且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学员呢回去之后呢，都还是可以自己练习的。其实呢，你随手拿一份报纸就可以来练习一下今天呢我们播报的技巧，还有断句等等的小小的技能。另外呢，如果呢你想要练习即席演讲，其实随手拿起一个物品，也随时可以来挑战自己一下。透过每天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，相信未来都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。赢在说话，主播赢，顾名思义就是要让说话成为你未来职涯上的优势。通过我们几天的训练下来，可以看到同学不管是在说话的节奏，还有在咬字以及在表达能力上面，都有着明显的进步。也从最后一天的成果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同学呢展现出对说话的企图心，也鼓励大家未来在很多机会可以争取说话的空间以及说话的时机，让大家都可以赢在说话，成为顶尖的说话艺术家。